没有。DK 打卢卡还是 DK 打卢卡？应该就是。他都相信自己。Very。他的罗海他们有一个叫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有个 Very 梗吗？叫什么？山有路西那时候开个直播，开不到，我就气在那里喷毒了，太搞笑了。小火锅上，还煮不成？还给两条命啊！这没赚钱是吧？搞不掉了，这一头可是零杀哎，连不上了。呀，又被抓住定要顶吗？好厉害啊！没到，我们来采访一下冰王。我把那个叮咚没抓。我查一下，你查一下，不是就是这个没打的少，没打过，打的少，打的少，是十宝的区域，六五到七八，还差，看来差还挺大的这个区间。哎呦，哇、哦，好危险！啊，这个。对，时刻啊，背景，把背景。我好像还要挡着，还要挡着，还要挡着。然后等中锋打到笑，少的时候都不算多。哎呀，哎，你干嘛哦？还有打什么？也是打打啦。哇，哎呦，一个星星拳。打完没有？都晒了。哎呀，这套！哇，这波下地第一转，对啊，人就没了。没有机会啊！哦，是丁公鼎，来不及了，你没跳起来耶。叫公公，抓下来。哇，他的！追我，你不能跑啊！这个怎么样？快射！快射！哇，感觉到夸大其谬的这样的，哇，开始波大波针对，哇，怎么就死了？啊，不要不要插那个线，不要 ，Eric 是你断啊，不要插那个线，那个线不稳的。插什么针？马上就要，那线不稳的，也没动啊。呀，一三四卢卡好恐怖啊！来哥，我们下一把打完，我们慢慢去转。哎呀，怎么踢了？送个老公，裂开。你确定这样还不让人家看到？都躲开哟、啊！好，哇，浪哥，啊，这血啊！一血我跟你打。我看一下打麻药怎么打。这个，我翻这两张。好，我来选是吧？我翻这两张，你来选。过去还是不选啊？有没有看到我 ？Harry 刚吸的是手柄问题机啊，然后我后面的镜头没醒过，没下他的。这是泰格的，没有在打怪盗，妈的，什么弹幕叫的开门，他妈的没有弹幕吗？操！有看到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来开吗？决赛不是你有发叫开门吗？没有，这网络太差了。按门铃就是了，妈的门铃被搞坏了，妈的妈呀！干嘛？要玩是 PS2 啊？这已经决赛了吗？那么一来就决赛，丢！把他指导一下，这 DK 有什么好指导的？他我 DK 都没有赢过他，这样我 DK 地头都没有赢。那我现在 DK 厉害了，跟之前又不一样。哇，这一套打到九九了，哇、哦，终于、哎、来了，多年出现了。他这个主要是，感觉他手很热了，手热了，主要是刚才差一点点。哎呀，这一把，哎，他卢卡好拍，真的好拍，他那个回场卢卡好容易被拍的。第一次不是，主要是他很容易，他很容易什么呢？他很容易那个露头啊，他这个。
他没事间歇性拍一拍，他总会中的，就是你总对，他不一定是一下子抓到边，他有可能是撞板，对啊，撞一板跳起来再抓边，就他不管是想要撞场里面还是又一个可能是，哎，没抓到，又没抓到，上梯，哎，不上梯赢了，再上梯，哎呦，可惜了，刚才两个上梯已经任意一个已经带走了，不要上去。哎，没了呀！一七三的 DK 也很恐怖啊！哎，刚才空位根本就没有撞到他盾，好吗？你看路卡这空位有多窄啊，也太窄了吧！叮！哦，直接打连招，哦，舒服，三十，打中了四十，更舒服。不，他打中应该是四十六的，打中是四十六。啊，这个波就是一个折，你发现吗？对，就跟上次那个差不多。对，没抓到。哎，叮咚的百分比了，有注意到吗？打人，咚咚咚。叮咚，叮。哎呀，二段没有二段，第一段有，他第二段放早了，他可以再等一等，对面都没有出那个。哇！哎呀，是好像是他上兵打到他被打到被打下面了，不是被 DK 打了，然后 DK 把他打到板上扣掉了。对，他们互相撞了一撞，这个。哎，赌一下！哇、哦，我以为会赌。刚才我呀，破绽大人，那个声音做梦都能听到。做梦都在说。Power 怎么这么严重？听到 Power Down， 操，基因动了。他妈 DNA 真的动了，基因动了。我今天手柄都没有带，上完课就跑过来。你应该带手柄上。手柄完了。我不知道我今天会不会来，我不是很确定。我有带五个，如果没有，不要玩。来给我一个，等下，等我玩再要玩。我现在很头晕，我先解说一下先。我现在嘴也非常热，讲了一天的课，嘴很热现在。你们手很热，我嘴很热。我已经哑了，我们俩是嘴很热，哑的，嘴也吹了一个下午。就放着，能收到的。哦，收到了是吧？收到了。我之前调过那个东西。哎呀哎呀，好死了呀！不戳就死了。哎，没有回来。老弟有回来，还是有保证的。哎，空后呀，这空后差一点。很好，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DK 这个上踢啊，是。哇哟，这突然就闪了，然后直接横 S。哎，他很多时候都很有用这一招哎，空 S 然后堵对面，然后就是在地上。空位不一定是堵对面，哦、你不受身你也死。对，像刚才 CC， 刚才 CC 就是这样死的嘛，他有一局，我刚看到了。啊，又可以了，想赶紧打回来了。冲上踢，哎呀，没死了，哦、没死，再往边走。漂亮啊，这空位。卢卡真的是，卢卡他这个回场真的是，我这个持续真太长了，没办法，不能说很暴露，只能说极其暴露。比卢卡更拉稀的只有 NK 了。罗马呀，这什么草？罗马，哎，哦，读到了。他，我觉得他不是赌的了，已经。哎，他是刚看你摸出来的时候，我再发出来，对，像摸一样。卢卡这个体重等不等都差不多了。这是卢卡这个创造奇迹的角色啊 ，Believe。刚才就今天肉哥参赛吗？打，老哥打周赛。哎，漂亮一个康特，这个他板上等了一等。康帝都还在远。哎，他只是第一次出康嘛，很正常。简单是啊，但是哎，喂，他这个空杆下踢有时候不是真连，不是真连。啊，这个哇，再读，我知道你说很快，我直接冲上追你。要盯吧，他又跳早了，跳早，他第二下跳就是要按住。很长，就经常是这样的，我打京东也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打得很轻松才会被打。来了，哎，撞到了，撸一下，我刚刚直接横 S 就没了，他往回闪，哎呀，送机，哎呀，没有，我刚刚送机会了这一下，这次卢卡这个 S 可是爆炸啊，又要开始了。
怎么 tap 拍啊？没 tap 到，已经可以准备好 tap 了。对，那上 B 的位置肯定是要他知道你这样低位。主要看自己百分比吧，如果现在太低的话其实没有必要。现在是 Eric 的冠军点了，冠军点了。看一下阿森荣会不会再一次换 Joker。 我现在要批判一下这个 Eric， 那么胜之不武，胜之不武啊。又来开始选歌啊，选这个选 OP 了，选了第五的歌。难道真的要 Joker？ 要 Joker 了。第五 OP 肯定选了。古时候我们都说，打为人要正直，要正直。用了 P 三的配色，你看这个人，那么选个 DK 就来新人赛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组委会让他通过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产生什么交易，就很不正直，这种事情就不常见，知道吗？再这么说，组委会把你的新人赛也剥夺了。我就没有，我上次不是说了，我要 DK 吗？他说不给。我 DK 练一周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说了，练到现在他还是说不给。看来是要我再多练一练才给。可能现在，哎，叮咚，他这个，小雨呢？呀，没有，他这个这样子的，他那个 DK 往后跳了，传的配手莫名其妙的。哎呀，练过 DK 的都懂这种，有时候是这样。不是，这真的只有 Eric 会做。还有，我也做过。来了，没了，哎，没票了，吃了。现在我非常喜欢叮咚二点零了。Eric 他现在那个微上板这么熟练，可以试一下叮咚二点零，是吧？目前我只成功过一次，而且还是打机器的，我觉得都不算成功打机器。假身。哎，噔，哎，没有等第二下。哎呦，又一个空空。但是这波杀不死的话，其实他有点杀。哎，可以啊，百分比，如果他，好，来了。对，刚才他留着康特就好一点。对，是留着康特最好的。哎呦，哎，高位没上，高位。哎呦，很危险。走了吗？走了，他说他 DQ 了，月菜 DQ 了。漂亮，好漂亮！纳尼？空上路？我 Poro 学到了吗？我已经刚上一轮 Poro， 我已经说过了，学不会的动作。韩磊磊，女朋友，丢出去，没了。想录没有录到，哎呦，闪到脸上了，都有。这个百分比可以用那个抓了，可以用一个。哇，直接下逼太凶了吧？很勇，非常的凶悍。他说啊，我多了几把机会就是硬气。呀，机器柔弱，亚森啊。哎呀！恭喜 Eric！ 可以，舒服了，牛逼！开始舒服了，给没给啊？下面给啊！